This is an up-and-comer in the UK, Nail, very young musician. Song's called Happy. And guess what? I'm really happy because we have a very special guest. So many years, you know, working in radio, I've always wanted to get her on my show, and finally we got a chance to get her here. 今天终于邀请到我多年来一直想要邀到节目上面的特别来宾，就是娃娃魏如萱。Hello, Hi Joy, 欢迎小宝贝来到节目上。小宝贝，你也知道小宝贝，你怎么会知道？因为我有在 follow 你的脸书跟你的 Instagram。哦、，Yeah, Hi。所以说呢，这个昨天我们刚刚有闲聊一下，昨天有一场演唱会，然后我们两个都有这个出现啦，就是席格洛斯的演唱会。等一下再聊一下，因为其实我以前不太听后摇的，但是我觉得看完这场演唱会之后，我有点被感动到了，爱上了吗？对，有点爱上他们了。不过还是先来聊一下你的这张新的专辑。我跟你说，刚刚你有讲那个 Coldplay 演唱会4月11号，呀，哇，他们好烦哦。怎么了？什么意思？好，其实我也有买他们演唱会的门票。你该不会买到黄牛票吧？没有没有没有，不是、okay. 我就是有买了门票，然后我觉得 Coldplay 终于要来台湾，我真的好高兴哦。然后我发现呢、啊，因为我的演唱会，他们的演唱会是明年的4月，对，卖完，对不对？对。我也有演唱会是明年的3月，我的票到现在还没有卖完。Oh my god！ 然后我还没有卖完，我还在紧张的时候，他们就说4月11号又要再加场。我演唱会是3月11号，对，前一个月没有啦，没有理由不去啊，对不对？你有一整个礼拜的，一整个月的时间去准备。不然你叫 Coldplay 去高雄卖卖看，听说高雄有一点难卖，我现在是压力很大。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到高雄去？因为我觉得高雄南部的朋友们有南部其实有很多很好的表演场地，对，可是我们却都办不到南部去这样子，就是因为好像南部的门票很难卖，我不知道。那你要不要现在赶快转卖我们的这个桃园高铁站前广场？有可能就可以卖的卖光光、啊。没错，好了，末路狂花呢？这个刚刚在空中跟大家介绍，就是在1991年，对不对？有一部电影叫做《Thelma and Louise》，然后这个是哇，这电影里面的这些主角现在也都年纪大了、，Susan Sarandon 还有 Brad Pitt 等哦。那么他故事里面讲的呢，这部电影的这个中文翻译就是《末路狂花》，刚好跟你的专辑同名，这样子。那他故事里面讲的就是两个疯狂的朋友，他们也没有很疯狂，就是一个是家庭主妇嘛，然后一个是好像在餐厅打工，然后他们去一个2天的 road trip， 就变成一个好几个礼拜的一个生死的一个逃，对对 对，大逃杀这样子。电影的最后呢，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就是他们这个很经典的开着他们的车从那个大峡谷的悬崖开下去，对不对？好，这应该不是你专辑在讲的内容吧？其实有一点点像，真的，对 ，OK。我其实我最先看过的电影是另外有两个小女生演的，叫做《末路小狂花》。如果大家很喜欢看电影的话，我也推荐这部电影给你看。OK。然后好，那回到《末路狂花》这个专辑的名字，那个电影其实如果你撇开女性主义不讲的话，对，他原本就只是一个做了一个决定，好，我们就出去玩，你不要再理你的老公了，好不好？对，所以他们就出去了。好，那就在因为在那个途中做了一些遇到一些不幸的状况，不好的事情，然后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回头，就只能一直往前走。那我想要，那我这张专辑想要表达的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常常也会让我们有很多的无力感，那个无力感。你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表达，就是好或者是不好，或是媒体给你什么，跟你说，我跟你讲，这个就是 Billboard 多少第几名，你听这个你就听， yeah. 哦，好，可能你就会因为那个人家跟你说很好，你会觉得他很棒， yeah. 但是我觉得那个应该是要从你内心里面想发出来的一个觉醒，就是你可不可以为你自己做一个勇敢的决定，而不是父母给你的，或是不是老板给你的，不是老师给你的，你可不可以好好想一想你其实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或者说好吧，那我明天我就买一张机票，我去哪里决定我要去哪里也可以，就是或是我明天就要去辞职了也可以，就是自己为自己做的决定，而不是别人给你的。你讲得很好，辞职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们会来聊一下。因为你第一首歌就叫做1万个不回头的方法， Alright， 那么这里面就有很多要探讨，例如说有哪些方法让你可以不回头，让你可以做好决定之后就不回头，可能要因为有时候可能要给自己找一些理由， Alright， 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就问一下，例如说辞职的方法，例如说脱离感情的方法，或者是其他不回头的方法。Alright， 这张专辑有翻成英文吗？你有自己想过英文的 title 可能会是什么吗？你说这张专辑的英文名字 yeah, yeah, yeah. 叫做
run， 然后什么什么 flower， 我忘了。哦，真的有翻成英文？有有有，哦、我看了半天没有看。有啊，可是写在哪里我忘记了。Run， 哦 ，frantic flower。Yes。Okay, okay. So this is the new album, and it has.It shares in Chinese the same title with a movie that I'm sure you guys are very familiar with back in 91 called Thelma and Louise. At least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for that movie is the same with this album from Wa Wa Wei Ru Xuan. And it has a little bit to do with the same concept. It's about...turning your back on things that you don't want to accept anymore and just go straight and chasing your dreams. 好，第一首歌 10,000 Ways of Not Going Back. Okay. 等一下就来问一下到底有哪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Right here, 娃娃魏如萱on ICRT FM 100.10,000 ways of not going back. 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真的有一万个吗？有啊，有很多啊。例如说，像我这次，因为我之前都留很多长，就是留长头发很多年，然后在拍专辑封面之前，我决定要把头发剪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不回头的方法之一。Oh, OK OK， 就是改心革面这样子的感觉。对，因为通常长头发剪短头发对于女生来讲，它是一个蛮重要的决定。如果是别人叫你剪，你就是会，如果万一不好看，就都嘛是你，都是你叫我剪的。讲到这一点，我一直在说服我们的气质剪成平头。你干嘛要叫他剪平头？我觉得他长头发很美啊。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很像一个美国的歌手。我知道，我有看他的叫做 Halsey， 那个 Facebook， 很像哎、欸。然后他 Halsey 最近就是剪平头嘛，我想说你可不可以就跟他用一同样的发型？所以你意思是说，如果说我逼他剪，他最后会怪我吗？对，他就会说你干嘛叫我剪？冬天很冷，你不知道吗？因为感冒，你不知道吗？有可能他就是会有一些我无法承担，对那些碎碎念东西。但是如果今天是他自己决定，就是好。我明天就去剪、哦、那就只能怪自己。他也不会怪自己，就是因为那是自己做的决定，他就是就不会有那种太多的闲言闲语就是跑出来。 OK 好啦，所以我还是不要，我要像那个全面启动 Inception 一样、把这个 idea 放在他脑内，然后让他自己去决定。我知道，那你就只能也好，我们就一直每天都想他平头的样子，每天想一想，每天想一想，很有可能他进公司就拿那平头的照片给他看，那什么艺人的平头照片给他看，就贴在各个地方啊。好了，离题了，离题了，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那其实歌词里面有讲一些啦，例如说把这个档案讯息照片删了之类的。那在感情方面，你通常会用什么样的方法逼自己不回头？不能剪头发嘛，对不对？我通常就是如果等到我真的那天要下定决心，就是好，我真的不要再理你，我要离开你了，我就会跟他说好。我要离开了，然后再从讲完之后的转身之后，就开始会觉得非常后悔，然后我还是会去看看他任何的，就是会去找他的消息出来看，可是我就会不跟他联络。可是这也要他不主动跟你联络啊，因为你知道我曾经有看人家讲说、男生啊、在网络上讲说男生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超能力，就是他可以知道你什么时候快要淡忘他了，他就在那一天刚好传一个讯息给你，让你突然之间觉得哦，你有叉叉叉，你是男生、欸、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就突然心血来潮，然后就传简讯给某人这样子，然后刚好就是可能那天是非常不适合，因为他觉得就刚好已经把你忘记了，你还在那边弄，你要回到你的脑海里。对啊，就不是故意，但是男生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就是会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你那种自己下定决心可能不一定有用，你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例如说把他的
什么喜欢的吉他烧了或什么之类的。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我好像没有那么疯狂，而且我也不会那么激烈。我顶多就是拿他照片，然后就是弄把它用剪刀剪超碎的，然后丢到很臭的垃圾桶里面。其实我就自己开心了，其实也没有什么。OK， 所以主要是让自己心情平坦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后来我有跟我的朋友联络，他就是其实有梦到梦在梦里面梦到我揍他哎、欸。哦、oh? ，所以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是有一点点关联的，全面启动，或者这有点像是巫术啊，也不是巫术，就是你每天要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因为后来我看到他，我就是心里就是一股怒气，就真的很想揍他。然后他真的、哦、他感受得到，对，他感受到，就是他真的有在梦里面梦到我揍他，哎，然后就不敢来烦你了。哦，我不晓得啊。娃娃是很凶的人吗？你是可以凶起来的吗？你说发脾气的那种，发脾气发飙，我不会太发脾气，但是我非常会碎碎念，好恐怖、啊，一万句说不完的，一万句说不完的狠话。下一首主打 ，OK， 好，那刚刚讲的是感情，再来工作呢？如果说你讨厌现在的工作、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工作真的就变成像感情一样，就是你的经理会挽留你，怎么样都走不了，他就想说好啦，那升薪好不好？哦，好啦，那再给你多几天年假好不好？怎么办？你要怎么？我觉得当你决定要做那个辞职的那个工作之前，你一定会想非常非常非常的久。就像如果你要分手，你一定也会前面就是想了很久很久。当你做了那个决定，我就是对不起，你再帮我加薪我也不要了。哦，所以其实事前的调试很重要，就是你自己会在心里盘算，万一老板说什么，我要怎么？就是有 A、B、C， 见招拆招这样。对。我已经做好决定，那就是谢谢你。OK， 我是通常就是写一个 email， 我很喜欢乱发 email， 我同事都知道，就有时候我脾气来了就会发 email， 然后 send all， 然后呢 all stuff， 然后最后就很悔恨啊。对，所以也是有一万句说不完的。如果说我决定要辞职了，对，而且我 email 是又臭又长。但是如果我决定要离开的话，我通常就是发然后 CC 给老板跟经理，然后他们都知道说就是这样子，那我自己也拿不回来，收不回来这个话了，这样。那会吗？如果万一他真的挽留你，你是会答应的？他这个时候如果再挽留的话，那可能就是可能条件就不错啦，例如说升一个10000块或者这个薪水，你就会说好，我可能就会留下。那你就是还是一个摇摆的人嘛。就只是看你奖励我的程度而已、哦。所以哦，所以这其实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呀呀呀，你要身心的话，对。但是这就是一个冒险跟一个赌博。我觉得如果在你做决定有一个冒险，你自己可以承担的话，对啊，我觉得其实冒险是一个很不错的决定。或者像有人喜欢把感情的事情就是分手挂在嘴巴上面，就只是为了博得一些注意而已啊。Right， that's 也是一个一个。好像很多大家想说啊、哦，跟你分手，你就在讲，我就跟你说，我不要赖你。你好像很像都是女生在讲，没有，其实有很多男生也会讲这种话。Of course， of course。好，最后一题。那你是这种人吗？我不算是啦，我是分手就分手啦。哦，你什么星座的、啊？我、那你是什么星座的？你现在你哦，好烦哦！我们今天应该会搞这个搞半天。应该是火象的，不是，我是风象的。你是风象双子哦，没错。你呢？我是天平。天平我不太懂，天平是不是难搞？也是风象的啊。OK， 哦，天平蛮难搞。如果万一以后交男朋友，或者交女朋友，或者是我今天是透露了什么气息，让你觉得我会交男朋友的？不错，讲错了。Alright， 以后交女朋友的话，我自己觉得天秤座就是还蛮难搞的。对啊，我有听说啦。真的、哦，但是没有领教过天秤座的难搞。好了，刚刚讲感情，讲工作，现在来讲音乐上的不回头。好，有些艺人，要是歌手在录音的时候，他们会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修录好的东西，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在某一个阶段，你真的要知道喊停了，然后就让他出去制作这样子。你是那种会希望前两下就录好，然后把当初的感觉那种热情可以带进歌里面的，还是说你会非常就是从鸡蛋里面挑骨头，然后就一直挑三拣四这样子？我在，因为我其实个人发行的5张的专辑，然后第4张跟第5张，也就是上一张跟这一张，都是后来都变成我自己配唱制作，就是自己录，然后自己剪，然后自己调整。那我在上一张还是要相信爱情啊，混蛋们那张的时候，我的的确确就是想要把所有的事情做到很完美。结果就是后来专辑发了，我都不敢听，因为我真的听太多次，我已经烦了，已经不是烦了，就是。就像你拿笔写字，你写同一个字写太久，你会发现那个字怎么长得有点不太一样。Yeah, yeah, yeah, yeah. 对，
那我就发现这样不对啊，但因为那我就我不要这样，所以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其实我没有做太多的，就像如果我有一些音歪掉了，其实录音室是可以听的，但我没有，我就说你就让我保持这个有一点歪歪的也没有关系，因为这就是我原本的样子，因为我原本的样子我到现场演唱会表演的时候有可能也是会变这样，所以你就让我保持我最自然的声音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我以前会想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最好最完美，但我觉得我不想再把自己逼得这么紧，我觉得其实对啊、okay. 放松一点，所以来听这张专辑反而可以听到娃娃的 Y， 可以非常自然的、Y、我有一首歌就叫做 Y、yeah, right. 好了，我们现在来播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你呀、啊、你呀、啊、这些算是爱情人的这个喃喃自语吗？还是说娘娘哦，其实这首歌叫你啊你啊，它也叫做娘娘。其实他这首歌我真的觉得太有趣了。其实就是我跟我朋友聊天，然后我就因为有时候会讲台语嘛，但可能大部分讲英文比较多。我有时候会讲台语，我就说我拜托那个什么什么才卖多少钱娘娘哎、欸，然后讲完娘娘的娘娘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娘娘的意思就是多少钱而已而已哦 ，OK OK。然后我就讲娘娘完。等一下，然后就去把我的手机拿出来，我想把娘娘记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字太可爱了。然后我就打呢一啊呢一啊，因为手机会自动选字嘛，然后就出现你啊你啊，然后我就太棒了，因为我有一首歌叫好吗好吗，然后有一首歌叫晚安晚安，现在又出现你啊你啊，然后我当场我就这样，我只有爱你一个人，你啊你啊。那你为什么要走？然后我马上就已经有两句歌词了。Nice。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一首歌在讲的，在想要表达的，其实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你知道，两个人过生活最棒的时刻有很多，但是我其中有一个最棒的时刻，就是你知道，你坐在你跟你的情人坐一起吃饭好了。你吃得很快，他也会跟着吃很快。对，如果你慢慢吃的话，他就是也不会，就是会。搭配你的速度，你知道那个是不用任何语言来说，哎、欸，你吃慢一点啊，没有，是那个咀嚼的速度可以互相配合，我觉得这是最浪漫，然后最幸福，就是虽然也没有什么，就是很平静，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所追求的那个幸福的那个部分。那中间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听的这个，哎、欸，我哎哎哎，到底是什么？你平常会讲，哎、欸，哦，嗯，哦哦。这可是通常男生的部分讲这个都是在应付哎、欸，我觉得你说敷衍吗？但其实敷衍就表示你们两个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你才敢跟他敷衍啊。对对对，要不然你还是真的得专心听他讲话，因为你不知道他可能会讲什么。对，所以我就也把那个哎五哎就把它写到歌里面去、哦。好可爱，好，我们来听听看，你啊你啊 ，Only You on ICRT。CRTFM 100, welcome back to the show. We have Wawa Wei Ruxian right here with us. Hi. Hi. And today, you know, Wawa is here to visit u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I've always wanted to get her on my show. She comes from a family of performers. She herself is a singer, her sister is a singer, and her cousin, 表弟. Yes.志堂也是一个 singer， and he came to our show before as well。然后，这首歌哦，其实是前一阵子你出国写的，对不对？对，它叫做贾科梅蒂，它其实就是一个人名，然后他是一个瑞士的艺术家，他是一个雕塑家。那个时候在网络上面看到他的消息，看到他的就是他的一些资料，看到他的作品，觉得非常的迷人。也许他的作品谈不上是非常的美的那一种，但是你可以在他的作品里面得到一些共鸣。我就觉得为什么他的东西都要这么细？他所有的那个人都变成细细的手、细细的身体、细细的脚、小小的头，为什么？那在看了之后，我觉得他的说法很有趣，因为他其实想要表达是整个空间的感觉。他觉得所有的生物、所有的人每天在追求的都是一个真空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在我们是找了芬兰的一个乐团 Husky Rescue 然后的那个制作人然后帮我编了这首歌，我觉得他有的确有把那个真空的感觉表达出来。我觉得他这首歌的唱法其实跟一般的流行歌曲也不太一样，他会有一点点带了角色在唱这首歌。所以你的声音细细的，然后就像这样子 right 对，然后因为那个制作人他非常喜欢女生很细很细的声音，所以我有两首歌无声电影跟贾克梅蒂是在那边录，他要求我的时候他说你可不可以尽量用最细最小的声音来唱。哎，我发现其实北欧人好像很多都喜欢这样子的歌声，好像细细的歌声。你为什么会跑到芬兰去写歌呢？为什么会去芬兰？是因为我之前去参加芬兰的一个创作营，那其实是他们政府办的，然后他们希望可以跟他们芬兰当地的一些音乐的音乐人一起合作，然后我们可以写一些歌。那我第一次去，我就跟那边的主办单位讲说，我真的很喜欢 Husky Rescue， 他就说他认识，我说认识吗？那可以拜托你就是介绍给我认识吗？然后后来。我要离开的前一天吧，我就跟那个制作人见到面了。哇，这么好！然后就在这几天之内写了歌吗？没有没有，我就说，哎、欸，我们下次可以一起合作。他就说好。然后真的又后来好像隔了一年吧，创作营又来了。然后他就说，然后那个主办方就说，其实我们因为反正机票一定会买。那我们提早去，然后就是拉长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就在那边先录音，先制作。然后录完之后我再去参加创作营再回来，就是这样省了一笔我要再飞去过去一次的那个钱。 对， 对，就这样子啊、okay.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大雪，就是我看到很大的雪的样子，然后而且气温是-25°C。Wow, 就超级冷的。你带的衣服够吗？那一次有一点不够，但是其实他们里面都有暖气，你只要不要一直跑到外面去，你就不会被冻伤。那时候我很笨，然后还戴了那种毛线的手套。Yeah, 我差一点我觉得我要截肢、欸、那风吹下来根本就没有用。All right, 听到这首歌哦，其实我就有突然之间昨天听 Cigarettes 的一个感觉。我跟你讲，我昨天在听那种 Cigarettes 的后摇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就是我想要搬到北欧、甚至芬兰这种地方，然后在山坡上面买一块地、然后开始种田。可以，但你知道那边真的超无聊的。真的吗？超无聊。在这种天气下应该真的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吧。真的，然后你就会一直很想喝酒，而且人真的会变忧郁，所以之前芬兰的自杀率其实是蛮高的。哦、所以自己要考虑一下。而且他们会有永夜跟永昼。啊，真的，所以一整天都没有太阳的一阵子。对，就是应该说一阵子。你就会看到太阳，就是刚哎太阳出来了。然后又下去了，就没了。啊、那一天就过了。因为它那个角度、纬度 yeah, 对，就是会让你看不到太阳升起来。对，其实我觉得像贾克梅蒂的歌我非常喜欢，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做专辑、就跟在国外做专辑不一样。我觉得台湾的专辑华语它会比较局限在你每一种风格的歌都要有。Yeah. 对，所以我觉得我的新专辑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当然像你刚刚听到有一点 Cigarettes 那种很北欧的感觉、然后我也很开心可以加感觉现在像有一个调味料在这个里面、像这首歌应该就是这张专辑里面最嗨的一首吧。 I Will Be Fine I Will Be Fine 这首歌我之前没有尝试过 Funk 的这种曲风、那我觉得把它写出来蛮爽的。这首歌其实就是在讲就是好啊，爱上你就是我的错啊，爱上你就是我活该其实我是在生气的，但是你知道唱骂完之后就是好，没事，算了，我自己会好好的。你走开啊你！非常娃娃的心情哦。好了，那么接下来想要看他这个 live， 如果说想要看他现场表演的话，刚刚有讲到3月11号，明年2017年3月11号，对不对？对，我会在高雄巨蛋举办我的那个《末路狂花》的演唱会，你要来哦，3月11号。我会来，我会来。你这样讲，我就只好来了。我不来的话，你也只好讲说 I will be fine 这样子。对。可是在这之前，其实你在高雄就可以看到他。这个周末你会在高雄先出现，对不对？对对对，我这个周末在高雄，在高雄梦时代广场那边，我有一个毛起来爱的一个活动。其实它就是跟流浪动物的这个活动，现场会有可以有流浪动物的认养，然后也会有一些课程。
对，希望大家可以来。如果、okay. 对，我觉得以领养代替购买。呀、yeah, ，没错。那无论是想要 follow 娃娃的音乐，或者他最近在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啊，或者接下来的演唱会的话，都可以到他脸书上面看一下，就打魏如萱。娃卫 W A A W E I 就找得到我了。娃卫，或者是他的 Instagram 也可以 follow 一下。常常娃卫也是很有趣的照片。OK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to ICRT。谢谢 Joy。那你等一下就要去工作，对不对？我等一下要去干嘛？我不知道，等一下问。不是要回电台工作、哦？我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哦、你还有其他的、？Right， 你忘记那份工作了哈。对。晚上就 dead air 了。I will be fine from the new album《末路狂花》。娃娃 ，Thank you so much， 拜拜。拜拜。